是假的吧？你没发现磕 CP 最起劲的型都是没有爱情滋润的人，没有爱情滋润的人。近日，小风暴主演胡一天乔欣做客某访谈栏目，一人穿着黑色正装，一人穿黑色抹胸裙，情侣戏穿搭显默契。小风暴才播出几集，但是两人的感情戏却很多，还有很多吻戏预告。胡一天乔欣不管距离距外都是男帅女美， CP 感超强。这次做客节目画面也是超级养眼，胡一天身材高大，五官却非常精致立体，一身黑色西装夹身，妥妥的高富帅啊，有着学长的帅气，亦带着成熟男人的魅力，如衣架子的身材真的吸睛。乔欣也是一件黑色抹胸裙，把自身的优势发挥了个淋漓尽致，黑色的服饰衬得乔欣肌肤白皙，抹胸裙凸显出漂亮的锁骨和精致的一字肩，搭配上脖颈上金属色的项链，浅笑间真的美得动人。乔欣在节目中回应剧中吻戏，爆拍吻戏被全组围观。乔欣说，磕 CP 最起劲的都是没有爱情滋润的人。不得不说，乔妹子这番言论实属诛心啊，这是让单身狗们集体酸死的节奏啊。更多时尚资讯，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